手刘连杰有请。来，朋友们，掌声为了小的再热烈一些好吗？谢谢。当我们的选手到你身边的时候，请再次给予他最激情的掌声。选手来自江苏的徐州，魁梧战绩两胜两负，身高1.73米，体重61公斤，现在代表北京全天下搏击俱乐部刘连杰。随着刘连杰的登场呢，让我们接下来再次用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出我们的红方选手，来自河南的刘平原，有请。来吧，为他激情四射一次好吗？谢谢。河南锐武战绩4胜3负，身高1.72米，体重61公斤，代表北京郝海林俱乐部。这两位选手的第二次交手，这场比赛当中究竟我们的平原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，或者是我们的连杰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取得第一次首胜呢？让我们来共同关注，有请我们的主裁判。双方互碰拳套之后，今天的第五场比赛，刘连杰对阵刘平原的比赛就要开始。是的，经过两场激烈的比赛，特别让人兴奋。没错，啊，这边可以看到蓝方选手光头的就是刘连杰，而那个穿着大眼睛 bad boy 裤子的就是刘平原。是的，这场比赛比较有意思的是，争夺过曾经争夺金腰带资格57公斤资格的刘平原升级。哦 ，KO， 难道是 KO 吗？哦，没错 ，KO。哦，刘平原 KO 了刘连杰。啊，今天的比赛都结束得非常的快，而且非常的精彩。刘平原的现在技术进步太快了。啊，可以看到他刚才那一下右手的后手拳直接太重了，的下巴。哎 ，KO。啊，可以看到。刘连杰刚才醒来之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对，我怎么了啊，这是那个 KO 以后和被脚晕以后的第一表现，大部分漂亮啊。刘平原不愧是争夺过金腰带的资格的人，说我个人感觉其实刘平原在61公斤那个级别比57要发挥得更好。对，因为他的肌肉力量更加强大，以后他的
KO 的力量相对会来说就会非常的好，而且他减到57对他而言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级别，而且随着他年龄不断的增大，他体重啊体格啊都会慢慢的成长，跟着成长。我个人建议希望他以后能继续留在60级的舞台。对，没错。啊，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刘平原实际上也非常年轻，20岁，20岁已经是能够挑战冠军的那种选手。哇，漂亮的 KO， 哇哇哇哇！紧接着这个追击也特别完美。对，大家再来看一下，后手中拳，后手的右拳、哦、身子就挺了起来。啊、嗯，直接像一根火柴棍一样棒的、哎、对。啊，这是 KO。那特别完美的一场比赛，这个刘平原把争夺金腰带的这种能力值表现得非常的，在这场比赛对，而且他在争夺金腰带之前那个战斗力完全没有减退。 OK， 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第五场61公斤级一量级的一场对抗，最终的结果，最终我们的红方选手刘平原以 KO 的方式击倒对手，获得冠军。对手呢也是第二次交手，上一场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场，然后就是你也是赢得了对方，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呢，相信你也是准备得非常的充分，那现在有什么感受要说？这场比赛我真的很感谢很多人，帮助我，一直在帮助我训练，很多很多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。首先呢非常谢我的教练，他很忙，他今天特意赶过来为我，就是为我助威，谢谢我的教练，同时也谢谢在场的观众，是你们的热情让我这么有力量，谢谢。